我们来到韩碧楼，这个是什么房间啊？这边还可以洗澡。对啊，室外的洗澡。啊，不淋到我们那个。哇！哇，好酷啊、哦！谁要来洗澡？谁要洗澡？乐乐，你们那边，我们晚上要不要来这边洗澡？这边是睡房哦，在外面就看得到。这边是浴室哦。哇！这边是厕所，韩碧楼旅馆的总统套房。哇，就是通到外面去了，这是我们的睡房。哎，妈妈，你睡哪里？好啦，这是外滩的气泡，你在上班？可以放吗？没有，我以为你是在说我们兴趣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有点像示范单位，是不是？卖房子示范单位是吧？7点到10点半，我们去 office， 我到站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去看我们的房间了。来，我们也去看一看。好，那换下一个了。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可以。哎 ，Emily， 我们两个桌上的都可以吃。这是已经包括还是另外 charge 的？这个都包括的。冰箱里面要钱。冰箱要钱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这房间有红酒，因为这个深圳房间有赠送红酒。哦，谢谢。OK。这个垫子好不好？对呀，那个有游泳圈的。哎，对哦。谁不会游泳的？外面大哇，这个是个私人游泳池哦，太棒了啦，都是这个房间的一部分，那个我们全部来大家一起来这边洗澡啦。我们现在来看私人游泳池，你看这是你的啊，对，谢谢，你说什么？谢谢哇，谢谢你刚才拿钥匙了 Emily 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是发花园。哇，这个简直是那个门。哎，乐乐，像个酒库的门。这个是为了你们美国来的。真的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。升等的。那个是有没有高兴？现在这个花是花有，这个现在末期了，但你可以剪走，这个很漂亮，就是你鸡蛋花。鸡蛋香，外面是白的，里面是另外一个房间。好，我们是要来关门的、啊。关门。你们有钥匙的吗？带看。钥匙交到这里。带看。